遇到一个很热情的大叔在这里晒太阳。是是是。啊，他问我渴不渴，进他房子里面喝水。欣赏楼。这楼上有水是吧？那你平时睡哪儿？我就是睡在这儿觉。哦，你就睡在这儿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谢谢。请坐。好热情的大叔啊，普通话又说的特别好。普通话说的好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歌唱祖国。大叔，你在学这首歌啊？你会唱吗？歌唱祖国？我就早就会唱的啊，还是和清唱啊？啊，清唱就好了。清唱。嗯。开水先开水也有的。不需要开水，不需要麻烦，哦、随便倒一点就好了。这个灯它才热呀、啊。嗯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谢谢什么？没有什么事。不用谢。太热情了。这些字都看得懂，哎，看得懂一点点，啊、嗯，看得懂一点点，但是人的不多，啊、嗯，人的不多，哎，说的会说得多，说的将就将就，将就将就，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？我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，土生土长的人，哎，啊、嗯，那你这里不是有一大片的牧场？哎，我的牧场就在这个牧场就在山后面，啊，山后面，山后面，没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山后面，啊、嗯。那你也是个地主了，啊，是个地主，哦、是个有地的人，地主。我们是放牧的嘛。嗯，放牧的。那你有多少匹马？多少匹牛？两百有没有？两百不到一点。啊，不到，两百就不到了。啊、是是是。哦，我喝一点茶。啊，这个可能。大叔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柴烧的茶。我柴烧的。啊。嗯，你也坐下来嘛。好好好。啊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该我的名字，嗯，名字白马当真，白马当真，哎，这个大叔，白马大叔呢，他仍然在学习，学习唱歌，学习法律，啊、嗯，哎，对，嗯，大叔，你多大了呀？我72了，72了，哎，这个是动物保护站，他这个地方是动物保护站，县林业局动物保护站的，哦。这个是野外识别保护手册。这个白马大叔一直在学习啊，都已经72岁了，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。哎，鸟类学一点也好一些嘛。啊，学一点就认识得多哈。哦。啊，这些既是沙发也是床啊。哎。看这里有一个烧柴的，这是烧柴的，这是用电的电器。这里烧柴就可以取暖了。它的地板都是木头，哎，地板都是木头，啊，在这里烧柴火就能煮水，烧火的，啊，我们烟囱，烧茶煮饭的，嗯，这个就是我的寝室，你的寝室，哎，白马大叔，房子的，啊，这是你的寝室，这是睡觉的了，哇，那个床好舒服啊，看着，舒服舒服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狐狸，狐狸。狐狸皮，狐狸皮，哎，啊、哦！我发现大叔很喜欢看书，桌子上摆满的都是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有很强烈的学习的心哈、啊。啊、哦，这是，啊、哦，百年大事件，看得懂不？看得懂啊、哦，看得懂一些。好嘞，好嘞。喝茶，喝茶。啊、哦，喝茶，喝茶。饿了没有？嗯，饿了没有？肚子饿了没有？肚子不饿。哦。嗯，我刚刚吃过了。好。嗯。平时在家里就喝喝茶，晒太阳。哎。你那个竹子是干嘛的？竹子。我这个是念佛的。哦，念佛的啊、哦。有些在外头去了，有些在县城。你家有没有牦牛啊？有有有。有牦牛啊？啊，有100多头。一百多头。哎，喂肥了。嗯，年底到了，年底就卖一部分，就要卖了哈，就要钱啊。对，一头牛大概多少钱？牦牛，10000多。10000多？哎，哦，那你就100多万了。
100多万，不能量算嘛。但是卖一年卖不到那么多嘛。啊、哦，卖不到那么多。啊、但是他在那里啊。卖个鸡头就对了。嗯，卖个鸡头。哦，我都是六个娃娃。五个娃。六个娃娃。六个娃。啊，六个娃娃，他都个人个都离家了的。嗯。我都是每一个个人要离家的时候，就给他个几十头牛。几十头牛啊！就这个样子就对了。哎呦，几十头牛那好多、哦，那是嫁妆了哈。必须要给嘛。必须要给的。不给不行噻。啊、嗯，不给不行。他要生存，他要生活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谢谢谢谢。你也好嘛，你也好。好好好。现在嘛，已经花都落了。嗯。现在进入秋季了。嗯。我说这个国家政策太好了嘛。国家政策好了哈。嗯、国家政策好，现在这些农民些。啊，什么这个医保也好，养老也好，嗯、医保养老都有，还有这个退牧还草的补助啊，这些国家也给了，也有补，啊，所以这个补贴，牧民些是这一天，现在你看这个路休息了，嗯，电油了，过去这些地方是恼火的哦，嗯，过去这些地方，我听说过去这里是没有电，嗯、也没有自来水，路也没得，自来水是小意思哦，嗯，路不通的，啊，路不通，电没得的。嗯，通信没得的，嗯，这些地方都是，对，嗯，也很穷。现在是发展了，现在好了。给你拍张照片，下去。好 好。拍张照片，然后我把它打印出来送给你。好，可以吧？谢谢。你这儿就可以马上洗出来吗？可以啊，马上洗出来。哦哟，你说，哦哟，原先拍个照片，在县城里头，然后干个几天。啊，洗得出来，哎，现在不得了。嗯，你在哪里陪我呢？就在刚刚遇见你的那里。对对对。啊，你看一说要拍照就兴奋的了，笑容好灿烂哦。收拾一下。收拾一下。我就坐在这里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，我就这样子给你拍两张照片哈。好嘞，再来一张啊！看我镜头这里，笑。茄子，一二三，行了吗？行了，行了，我待会洗出来就马上拿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你什么时候还在，我就拿过来给你。哦，我等一会儿就来，我在这个后头给他办点事情。拜拜。啊、哦，好，拜拜。现在给大爷的照片修一下，把修色调修好一点，好看一点。把这个电线杆这电线全部修掉，你图背后的这个电线杆给劈了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对，是这样。这是原图。然后这是修了之后的，现在大爷的照片正在打印中。OK， 好了，打印好了，然后再把它给扣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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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，好了，还可以吧？嗯。哈喽，你应该打上日期啊。我说我跟大爷说了，拍完马上给他送过去。妈妈当着啊。啊。嗯，那边有。在那边。啊。他找不到台。找不到。我们两个去。啊，跟我一起去。去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谢谢你啊。对。你在转山。转了，在那边有。哦。转了。马上就转完了。啊。马上就转完了。马上就转了。啊，我跟你一起走哈。对，我也一起转。啊，大叔，大叔在找你啦。找了你好久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把门锁了，我走了不成。啊，我说。我这就想起来了，我又跑到车站去，我得找你去了。啊，你看，给你洗出来了。来，哎呀，你看，这个真的简直是，好看不？洗得太好了。啊，可以吗？这个当然好，可以哦。很帅哎，
喜欢吧？喜欢。哎，哎呀，你还得这么远跟我哦，可以放在桌、哎这个、桌子上。你这个就，你这个就晒菜了你、哦。没有没有、哎，喜欢哈。好好好，待会回去就可以放在家里了。啊，可以放在家里面。啊再见。Hello， 再见。拜拜。刚刚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那个白马大叔，然后呢，回去的路上偶然撞见了，遇到了，然后就把照片送给他了。他一直盯着那个照片，一直盯着看，他应该是很喜欢了，真的很高兴。现在白马大叔呢，他是一个人自己住的，他的孩子呢都在外边。他一个人自己住，然后呢每天就是晒晒太阳啊，喝喝茶，然后去放一下牧、他也算是个百万富翁了吧，毕竟他家有100多头接近200头的牛羊，听他说的，今天很高兴能够把一张很好的照片送给了白马大叔，希望能把他这一刻的面貌给留下来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